我们落实机器人攻克了工业机器人动力学模型不够准确，控制系统软件不能跨种类同时控制工业机器人和协作机器人的技术难题。这是我们山东省首台9米级盾构机齐鲁号的模型，现在它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轨道项目建设。本次参加第8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也是希望我们山东制造的这个盾构机可以走向全世界，服务于更多的国家项目建设。